大陆，他就想要陌生人，因为要国外送养，他要知道他跟陌生人互动怎么样，跟陌生人互动一下。对，因为我有帮他送国外的送养，他会需要那个跟他玩一下，谢谢。他叫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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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好乖啊，贝贝，叫贝贝啊。哈哈哈，乖，我也有乖。不过那个饲料真的很大，太极限了。因为我男朋友说饲料都已经偷到我，然后我就决定去换。谢谢。他是想要逃跑，可是他还好，他不会怎样。对啊，他就是、你要抱他，他也给你抱。你要小害羞。